圣佛啊，过去多久了？听师尊讲了一场经的功夫。不知这一场经的功夫，你心里转了多少年？弟子心中本该是空无一念，一念中有90刹那，一刹那又有900生命。今世今日，距上一次天煞之灾已有1000年。那弟子去吧，记着，佛法无边亦有界，人间之事不可妄加干涉。弟子谨记。 什么样的大场面没见过？不要在这儿大惊小怪了，好不好？你确定自己可以应付？确定。老大，好大的胆子，敢来本河的一定撒野！我劝你们，还是先看看来这的人。 都是什么下人吧？不说母妖头，既然老子都已经来到这儿了，我劝你就自觉一点，赶快自我了断，要不然的话，闹多累啊！不是我的东西，都得做我孩儿的饵料吧！哼！ 开始杀手锏了，好麻烦呀！啊！你也是妖，大家都是妖。啊呸！不要吵！老子是齐天大圣的后人，哪像你一样吃人害人，一辈子做妖？老子早晚是要封佛的。舒服。小点声，闭嘴！咱们睡觉吧。咱们现在可是领养多大英雄？想做大英雄，19岁，马上要到114了。 管家，嗯，刀子给你。嗯，哎，你这是几两的呀？5两的。啊，来，把这个给他。好，给。嗯，这个头从来没见过，这是以后。好眼力。邹河漠北一带的沙蚁妖群灭了，被你2人。当然，正是在你面前这2位低调内敛的天下第一猎妖师。猎妖师无名。 老子孙小圣，哼，原来是孙先生、无名先生，失敬失敬。好说好说，赶快定个级。1.1级，杀蚁妖一窝，赏金120两。孙先生差不多已将这猎妖榜上1级妖物列了个遍吧？你不想了解一下这上面空着的是什么妖吗？ 想诱惑你，孙小爷，报个价。孙先生有所不知，这是猎妖宝典上的顶级妖物——天煞。说起这个天煞，至今没有猎妖师活着见过。如果说孙先生能猎得此物，黄金1000两，我猎妖司也是出得起。黄金 1000两，哎，黄金 1000两，什么妖怪值这么多钱？ 天上的凶星，地下的恶煞。据传说，他所到之处，寸草不生，黑死病蔓延，生灵涂炭呐！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么恐怖！你说的那个天煞在哪儿？都说了，没人活着见过。我一大活人，你让我怎么解释？那你让我们怎么猎啊？想要猎得天煞，咱们只有一条线索。 啊，不是，什么线索啊？线索只能交给拿下过1级妖物的猎妖师啊！在场有资格的，请进内堂与总管详谈。至于其他人嘛，就不要白白送死了。那么，2位请吧。请吧。你就是这儿的总管，怎么称呼？都叫我老邢。老邢，那行吧。这天煞到底什么来头？不急，你先说说你们2位的猎妖之心。哼，老子武功天下第一，不猎妖难道去吟诗作赋啊？刀口舔血，混口饭吃。2位请吧。 我告诉你啊，你痛痛快快的把任务交给我，一省腰，一省钱，这么简单的道理还需要老子教你吗？真是。算了，这任务我们不接了。哎，等着天煞来了，你上老子家门口哭去。 猎妖司在凡界立足已数百年，什么妖没见过？2位也没必要大惊小怪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心境，见你本心所见。你紧张什么，镜子里就映出什么。让我们下这鬼地方，是你早就设计好的。这任务，不管我们兄弟接还是不接，这镜子里面照出的东西，都是威胁我兄弟的筹码。你们误会了。猎妖司猎的是妖，守的却是一界之中人，妖精怪共同的生息繁衍。 若是你一心求胜、求财，别无他求，那大可不必以命相搏，非要接这个九死一生的天煞任务。我算明白，说到底啊，你就是小瞧我们俩。我告诉你，老子出生在花果山，是齐天大圣的后人。齐天大圣听说过吗？倒是有所耳闻呢。那就行了。 老子跟齐天大圣一样，神通盖世，自然是要做大事情的。若是我告诉你，这天煞不除，凡间将沦为地狱，生灵涂炭。二位是否愿全力以赴，为天下生灵猎杀此妖？那是自然。此去生机渺茫，二位依旧要战。 赏金1000两是不能少。自然。线索拿来。每次都归心似箭，你到底在这家里埋了什么了？ 又死了，你看我就说嘛，别种了，还拿那么珍贵的水去浇它，你自己都不舍得喝一口，白瞎了不是？切，还种啊？你怎么不听劝呢？别说话，去把锄头给我拿过来。你让我拿我就拿呀、啊，那我岂不是很没面子？给人。咱们真的要去猎天煞吗？老邢。 感觉是在耍我们，他可已经知道我们的身份了呀。可是他说，这天煞不除，凡间将沦为一片地狱。明明，咱们猎妖的原则你忘了吗？记得，3猎3不猎，滥杀、作恶、灭道者猎；没开智、不作恶、未入世者不猎。这是我当日定下的。好。 这天煞危害甚大，咱们兄弟可不能坐视不管啊！是不是？你说我大圣爷爷怎么不把金箍棒留给我呢？那金箍棒要是在我这儿，啪的一挥，妖魔鬼怪扫荡一空，我大圣爷爷看着我，那得多欣慰呀！这里有没有旁人？你别老拿齐天大圣唬人了。别人可以不信，你必须得信。咱们俩什么关系？ 咱们俩是异父异母的亲兄弟，我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我真是大圣爷爷的后代，我就出生在花果山，我们花果山上全是桃树，那桃花开的是花果山，花果山，这么多年你去过一次花果山吗？你等着，早晚有一天我会回到花果山，继承我大圣爷爷的衣钵和棍儿。 臭猴子！这就是齐天大圣，拜战金翅大鹏，消灭狮驼岭众仙妖48000，在这取经的路上，981难，这才过了60以4。欲知大圣下次灾难如何化解，明天早上再见。 好，众位乡亲，请打赏些饭钱，还有这帮猴子猴孙们，让他们好好休息，养精蓄锐，明日再战。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父老乡亲啊！谢谢谢谢，哎呀，谢谢。可说。站着，孙小生！你怎么认识老子？老夫不只认得你，还知道你是妖，猴妖。嗯。你怎么知道我们是妖？都是同类，见面为何不能相识？我告诉你。 老子是你张口一个老子，闭口一个老子，你是谁家老子？孙小生。哎，说起来，你的名儿还是老夫替你取的。猴王出世，名孙小生。怎么样？我就说嘛，我是花果山的猴子。既然都是从花果山出来的。 为什么小生当初流落江湖，却不见你们？后来，杀妖杀上了门，是我老孙头无能啊，没有守住大圣的花果山。其实这次来呢，我们主要是为了这个，这是我们下一单任务要猎的妖。这个妖的名字叫做天煞，您游走江湖看看有没有见过他。 老夫在书里经常说的，这不是金翅大鹏一族的妖徽吗？金翅大鹏，就是当年被我大圣爷爷打败的那个金翅大鹏。哎，奇怪，他不是被天庭给永世封印了吗？你听我把话说完。想当年，金翅大鹏。 是败在大圣手下，可是他的后人继承了天煞血脉，也就是说，这个天煞尚且藏匿在人间，千年来避过了天庭的耳目，只等着复仇的一日。那他藏在哪儿啊？你看，就是这里。行，知道了，走。哎哎。 你是花果山的王，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份呀。把地图给我。哎，你说这狮驼岭怎么还不倒？ 1000年前的旧址，哪那么容易找到啊？要那么容易找到，就不需要咱俩了，对不对？好好找找。大概是这。哎，明明，我觉得这……明明，明明，没事就飞，没事就飞。 嫌你是个鸟啊！我是猴，我也没总爬树吧？哈哈，怎么样？飞得比你还远一点点。哈哈，哇！明明，你看，那边天上好像有一条河，河上还烧了红艳艳的火，河流生辉。那应该就是咱们要找的天煞。哎，你干什么？那是咱们要找的天煞。是天煞，天灾，快走！ 是不是？刮点风，扬点沙子，这有什么呀？还可以吹得再大点，来呀，吹老子呀！我看你能把我怎么样？真是。哎，还好没事。你没事吧？哎。 有事儿？我是问你，怎么有事儿做？你在那愣着干什么？怎么这么多鸟毛？明明，你掉毛了？这不是我的。别管那么多了，赶紧追呀！追什么追？你不是要猎天煞吗？这是杀妖的老巢。杀妖可是花果山的仇人。再说，解决了杀妖，换回人间的蓝天绿水，那可是天大的功劳。走，追！飞煞在哪儿？无名在哪儿？你说不说？你！ 金箍棒呢？我金箍棒呢？你给我藏哪儿了？你把我金箍棒藏哪儿去了？不说是吧？好，别以为老子没有金箍棒，就打不死你们这些妖！ 帅哥就往上扑，好不好？老子名叫孙小圣，从来不乘人之危。报上你的名来！我不要以为你装哑巴，我就会可怜你。说，你还打不打？我很久没有说话了。会说话，那就好办。天煞呢？天煞。 杀妖呢？杀妖，无名，你给藏到哪儿去了？无名，不说是吧？啊，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在这里待了很久了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看来你真不知道。嗯，浪费时间。哎，恩公，哎，恩公，你等等我，恩公，无名。 你说这个无名是个什么东西啊？他不是个东西，他是个东，他是我兄弟。我看这肉。闭嘴！你先吃。没事。 蟒肉倒是不错，但是不常吃的人容易犯冲。老子已经够倒霉了，好不好？能不能闭上你的乌拉嘴？恩公，恩公，你没事吧？恩公，恩公，你没事吧？你是二大爷，恩公，你会没事的。 只要我帮你绝对吸出来，你就会没事的。干啥？那你只能自求命硬了。干啥？干啥？恩公，哎，听你说。恩公，放心，恩公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 再深一点，我亲手放的。趁老子睡觉的时候，你对老子干了什么？没干什么特别的呀，我就是好心报恩嘛。不懂得感恩，那是要遭天打雷劈的。老子还要感你的恩？嗯、我真是……咱们做妖的，滴水之恩要当涌泉相报。 你不懂得感恩，那可是要遭天打雷劈的。啊！我还得遭天打雷劈？哼！我从来没见过哪个雷能劈到山洞里。来呀、啊，你让他劈我！来呀、啊，劈呀、啊！劈我！啊！恩公，你没事吧？恩公，离开我，小心点，我不能死，我还得救命。 别开我！我一辈子都念你的好，下辈子、下下辈子，10000年。恩公，那也不行啊！就算你念我10000年免得好，我也不能像你一样遭天打雷劈啊！这是潮汕啊，是人，好多人啊，都是活的。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活人。另外一个死了，另外是死了，真是。谁死了？你才死了！先生，我们要去哪儿啊？ 金我也不要，我是来问你们要更多天煞线索的。没死，没死，那这妖灰，天煞没死，你怎么还活着？没染上黑死病吧？老子留着这条命回来，是问你们要更多天煞线索的。把老邢给老子叫出来。天煞的线索，掌柜都已经全部给您了，我们这没有其他线索了。 孙先生，您还是快快请回吧，快请回吧。老邢呢？老邢，老邢，老邢，你给我出来！ 我的尾巴。果然是你。从最初告诉我天煞所在，一路尾随我们到沙妖老巢，昨夜又来抢夺妖典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是花果山的新王，老夫跟着你，是担心你的安危，保护你的安全。夺妖典就是留下天煞最后的线索，要不然。 你以为昨夜你能保得住啊？那昨夜想毁了妖典的人是谁？眼下，全天下猎妖师都怀疑你是天煞。你说，是谁最想毁掉天煞的证据？天煞者，天上孤星，地下凶煞。 这是天命，逆天的命数，所以天煞多半终生孤独。从降生之日起，遍体漆黑，凡接近他的人都要遭殃。天煞不灭，此世间寸草不生，万民一灭。 我昨夜亲眼看到。 抢夺妖典的人是沙妖，沙是死物，可以修炼成妖，不是天煞，它只是一滩散沙。小生，你真的忘记了花果山是怎么覆灭的吗？那天煞是金翅大鹏之后，你当日大圣替天庭封印大鹏。 今日报复花果山上上下下，小生，如今你是花果山的王，至于你怎么走，你自己决断。天煞，没想到天煞真的是跟着我回来的。小生，你回来啦！你是谁啊？你给我走！走！你给我松开！你到底是谁啊？我为什么要跟你走啊？回来再说，来不及解释。小生，沙妖，原来你们一直暗中勾结。不是的，小生，你误会了，不是这样的。 小生，走，跟我走，松开！老公，我们去哪儿啊？花果山，花果山！小生。 你肩膀后的羽毛是怎么回事？那是为了救你，小生。我的羽毛能救人。救人？那是杀人吧？我不是天煞。我不是天煞，我不是天煞。 到底是不是天煞？这个臭乌鸦在的时候那么讨厌，不在了又……哎，小圣爷爷，天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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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 也流落人间多年，他已经那么大年纪了，为什么不能放过他？这漏尽菊花的猴子，他何曾想放过我？他装神弄鬼，推波助澜，不就是想让你杀了我，杀了我妹妹？杀你妹妹？谁是你妹妹？别装了，孙小生，你亲手杀死的天杀，难道不知道他也是大鹏一族之后吗？ 杀人者就要有被杀的觉悟，今天咱们就做个了断吧。你不是要为老猴子报仇吗？我就在这儿。大王为我报仇！报仇！报仇！替我报仇！报仇！报仇！ 若不是你在村里散播黑死病，难为他。少主，总有一天你会明白，属下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。我说过，不能用天杀之力伤人，否则妹妹她也不会死。 是颠倒黑白、心狠手辣的东西。你若早听属下之言，咱们将他做掉，现在也不会成为现在。少废话！你封印妹妹500年，难道你善待她了？属下只是遵照尊主之命。不许多言，妹妹已经不在了，这世间不再有情况。既然命运如此安排，来吧，属下现在就把天煞之玉 还给少主。 到底是不是天煞？别说了，无辜被屠。1000年后，天道依旧不放过我们。 拼个你死我活，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他是天煞，不是他毁灭这个世界，就是我亲手杀了他。可是，可是如果他不想毁灭这个世界呢？只是他一出生就背了天煞这个名头。 这样，你也一定要杀了他吗？别说了，我只是担心你做出无法挽回的事情啊。小凤凰，那本《齐天大圣传》就送你了，翻的时候小心点，别弄坏了。小圣。 这么多年的兄弟，我给你一个机会。美国还是那么多，点彩图如何？小圣，救我们！救我们！无名，你做什么？快放了他们！你看看这些人，他们是怎么对你的？不管你是谁，你守护他们这么多年，但是你在他们面前显出真身的时候。 怎么对你的？即使这样，你还要守护他们。孙小生，你才疯了，跟孙悟空一样。不许你污蔑我大圣爷爷！齐天大圣，呸！现在先解决你，下一个就是他。孙悟空，有种你就出来！ 妹妹，你没有死，妹妹。小凤凰，你来干什么？不要打了，小生，你答应我不要打了好吗？哥，如今我才知道你做的一切，你为我做的一切。你输了，快走！记住啊，这里发生的一切都跟你没有关系。快走！你听我说。 小生，我和哥哥都是大鹏一族的后代。我的哥哥他叫金小鹏，我没有名字。当年是齐天大圣替天界封印了我父亲。可怜我父，当时被天庭封印之时，他还没有变成天煞。正是天庭不尽人意的逼迫，才使他变身天煞，毁灭这世界。你们听我说，金翅大鹏一族本是两种极端血脉的混合。 一者天煞，一者凤凰，最终会变成什么，完全是看心性所向。所以小生，你不要再逼我哥哥了，他真的不想毁灭这个世界。谁说我不想？无名，回头吧，现在还来得及。不晚吗？已经晚了。阿弥陀佛，斗战胜佛之劫，也是人间之劫。佛家出手相救，也在情理之中。佛祖开明。 在此，你能放过人间吗？等一下，无名，你让开！你不会的，你这自以为是的猴子，以为很了解我吗？啊！住手！这只是警告，斗战胜佛。我已答应你。 自我了断，你又何苦妄造杀念？小圣，替我继续守护这世界。哥，住手吧！杀人弑父，万劫不复。 快住手啊！晚了。毛能救人，这回你相信了吧？我相信你。哥，为什么？我不想你变成天煞，天雷之下，万劫不复。小圣，如果我不在了，你会记得我多久？10000年。 10000年，不用那么久，10年就足够了。你要好好的，你们都要好好的。小凤凰，妹妹。 小圣，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时，我便问你为何猎妖？为何猎妖？为何猎妖？我曾不解，为何佛祖封我为斗战胜佛？当日师父同我说，我的法号为悟空。所谓悟空，悟空。心中无一念，方为空。在修行的途中，秉持无我、战胜、求胜之心，到时修行才算完满。这头上的金箍也就可以随心摘去了。今日我已修行圆满，天有天规，佛有佛律，我本不该插手管这人间之事。小圣，今日我收你为徒，这人间的安危就全落到了你的身上。不求财，不求胜，我求什么？我只为保护这世界。再问你一次，这500年来，你同我一起炼药，是为了什么？我说过，废话多是你的致命伤。为什么炼药？你不是要当天下第一吗？动手吧！为什么炼药？你既放不下这怨恨，又不想颠覆着你守护的世界，所以你才一心赴死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不是。你在院子里栽下梧桐，是为了这世界更美好，是不是？杀了我，才是最好的结局。 更好的结局，并不是这样。等我来这干什么？修行。这猴王的宝座，今天终于坐上了，可是花果山却已经没有子民了。当年大圣爷爷修行途中被压五行山500年，我当日读到。